知道说可能什么什么听过什么孕妇不能吃薏仁有没有？薏仁知道什么吗？薏仁还有什么红曲我也听过，你知道薏仁什么？就是那个巴利亚，对啊，巴利亚。好，薏仁啊，一埋一埋，对，因为他们说吃薏仁啊会造成什么子宫收缩，然后会孕妇容易流产。我跟你们讲，后来我去问中医师，我说：“哎，真的吗？吃那个薏埋啊，会造成流产吗？”他说：“哎，不会啦。”他说：“要造成流产，你要吃到一大桶的那个薏仁呢。你有可能一天吃到一大桶的薏仁吗？不会哈，不会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要表达的意思是，放松心情，去摄取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食物。”它真的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状况产生，你身体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疾病啊，产生一些头痛啊，不是因为你那个摄取的保健食品，而是因为你不正常的饮食习惯造成的、哦、不正常的饮食习惯。好，那再来一号包讲完了，我再来讲二号包。那二号包里面就是我最主要今天告诉你们年数变的工程。你看到我用的字词是年数变、哦，来，我再把我的大便那个图给翻过来，还记得这个图吧？这个图记得吧？哈，我是画了很多宿便在这个大肠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你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把我这个大肠里面的便便、宿便给怎么样，给排出来嘛？那你会说，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嘞？你觉得要什么方法啊？有没有听过大肠水疗？大肠水疗就是拿一个管子，然后直接从这个肛门这样灌进去。灌那个身体食盐水，然后灌进去之后呢，因为你肠子会绞痛会蠕动，所以你就很想要跑厕所，然后你跑厕所之后排出来都是水便。我二十岁那一年被我妈妈带去做了一次大肠水疗，我妈是一个很奇怪的妈妈，什么奇怪的东西呢在台湾推出她想去试试看，那我二十岁那一年什么也不懂，然后傻傻的就被她带去了。我印象好深刻，那个护士啊就拿一个长长的软的管子啊，从我那个屁股这样插进去，没有插很深啊，插一点点而已。然后那个身体食盐水就一直灌灌灌灌灌进去，然后我一直灌，我肚子哇好痛好痛，我就问那护士说，我说可以了吧，可以了吧，我可以上厕所。他说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忍住，你要 hold 住，你要忍住。那灌多一点的话效果会越好。我说不行啊，可是我真的跑不动了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我就啪把他的管子拔掉，然后冲冲冲冲冲到厕所去，拉出一缸的水便。就是那种很严重那种拉肚子那个样子，哇我觉得我好痛苦哦。结果呢我又回到那个房间呢，我就问护士说，哎，请问一下我这个疗程要做几次啊？他说呢总共你至少要做五次。为什么要五次？因为他一开始洗只会洗后面这一段，好，一开始洗他管子插进大概插到这边而已嘛，然后他水呢只能跑到这边，透过呢他说越往后面呢你要怎么样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，比如说你的屁股要举起来啦，然后比如说你要配合他们一些姿势啊，要不然水怎么会跑到里面呢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第一次就痛苦，所以我之后再也没有去做他的二三四五次。我不知道我妈妈有去做，我也没有问他、哦、所以呢大肠水疗事实上是会让身体产生一个依赖性的一个行为。然后台湾有很多人也流行那个咖啡灌肠，有听过吗？没听过。有哦，用那个有机的咖啡，它跟大肠水疗的原理是一样的。我个人认为这都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行为，所以我从来都不推广。然后呢你想想看，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宿便给排出去呢？也不能很粗鲁的拿一个刷子进去把它刷刷刷刷刷刷出来吧。嗯，我们不玩这个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就要想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各位今天喝的这个二号包。这个二号包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叫做油棕纤维，我没有打在投影片上，我没有打在投影片上，油棕纤维我写给你们看，油棕纤维写英文是 oil palm 就是那个油棕树，油棕纤维。这个纤维质呢我以前也不知道，因为保健食品的成分太多了。 oil palm 啊，这个油棕纤维质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有。各位有去过马来西亚吧？好，你有没有发有吗？哎，对对，你们国家到处都是。我大概五六年前呢，我以前那一阵子有一阵子比较常常去马来西亚出差，我印象中好深刻，哎，我一出那个 KL 机场
两旁全部都是类似椰子树一样的那个植物，但是那时候我并不认识这个成分，所以我没有认出来它就是欧优胖。然后我四月份的时候又去一次 KL， 然后去出差呢，这一次做的那个 testing， 突然发现两旁这个树怎么那么像我在投影片上面介绍那个欧优胖呢？所以我就问那个司机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欧优棒，欧优棒，马来西亚讲话都这样的。”哦，欧优棒。我说：“哦，这个就是油棕树。”他说：“对呀、啊，我们这边到处都是啊。你看到那个矮矮的哈、哦，是 baby 啊，那个欧优胖 tree 的 baby 啊，那个越老的越高越瘦嘛。”我就说哦，怪不得我们这个原料的厂商跟我说，他们用的这个欧优胖的那个原料是要超过15年以上的老的树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作物价值的，他们才把它拿来当做这个原料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成分马来西亚到处都是。那为什么我们是他说他是最主要把树变排出来的工程？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粘性，就是它比较粘啊，所以各位这两天去排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便便很像果冻一样，果冻 Jerry 知道吗？很像果冻一样，如果你愿意戴个手套去摸摸看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很有弹性的。戴个手套还好吧，要不然就是拿一个筷子，不要的筷子去碰碰看，你会发现它很有弹性的，因为它很有粘性，非常的粘，而且它遇到水之后，它膨胀之后，来哦，你看到神奇的事情来了，它遇到水膨胀之后呢，它就会怎么样？通过这个大肠的时候，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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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什么宿便给怎么样粘出来，懂了吧？我要的就是它这个很特殊的粘性，这样的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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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粘出来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今天这个宿便呢，都在你身体里面。